请问您是根据什么来分配实习生的呢？哪来那么多为什么？随机分配的，你愿意留，不愿意走。哎，快出去！袁总要来了。我是，哎，我是来总。哎，袁总，王总已经来了。袁总，大家好啊，我是新来的 CTO， 我叫冷思明。冷总呢，是老袁总亲自面试录用的高尖人才。今天我刚一进公司啊，就感受到了各个部门同事对我的鼓励和善意。